滴水桶啊，滴水桶，花盆对不对？要有容器啊，还要有什么？花盆，这个是什么？还要有铲子，对不对？铲子可以挖什么？挖土，挖土对不对？那还要有一个什么东西？浇水要浇什么？我浇花的。浇花的对不对？那你看哦，哦，你看后面那三个小朋友，怎样都不知道怎么浇花。好，你看小鸟是这里啊，这一包是什么？土，对不对？你看哦，我要开始种花的哦。这个是我的花盆。浇啊，谁要浇？好。